重温经典，以古鉴今。大家好，我们今天讲军争的第七个部分，也是军争篇的最后一个部分。耳兵勿食，归师勿恶，为师必却，穷寇勿追，此用兵之法也。耳兵勿食，就是敌人下饵诱你，你不要咬钩。苗城的注解叫鱼贪饵亡，饵亡啊，兵贪饵而败，敌以兵来钓我不可从。战例就是曹操饵刘备，文丑曹操和袁绍作战，斩颜良，解白马之围之后，亲率数百骑兵押送粮草辎重撤退，与刘备、文丑数千追兵遭遇，诸将震恐就很多他手底下的将领都很害怕嘛，以为敌骑有很多不如还营回去算了。荀彧就说：“此所以耳敌也，安可去之？”于是抛弃辎重解鞍放马，引诱援军。刘备、文丑果然去争抢辎重，援军士兵都忙着抢东西，没有战意。于是曹操率军上马冲杀进去，又斩了文丑。杜牧给了完全不同的注解，他说耳兵勿食的意思是敌人丢下的食物你不要吃，小心有毒。敌呼气饮食而去，先须尝试，不可辨识，虑毒也。他还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后魏文帝时这个库莫西这个骚扰他们，于是呢这个晋英王拓跋星辰率军讨之。拓跋星辰呢对着很多毒酒放在军营里面，敌人来攻的时候他就假装不敌，然后弃营而去。等到敌人率入进入空营看了很多酒嘛，大喜开怀畅饮，酒酣毒发，这个时候星辰再杀回来，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俘虏数以万计的士兵。杜牧的注解对不对呢？当然不对了。那孙子的原意肯定不是提醒你不要不吃不认识的叔叔给的食物，你这有点太小看他了。但是杜牧的注解其实错也无所谓，因为错的有价值，让我们知道还有毒酒破敌这个战例，我们还会去找这个故事。我们读书其实或者跟别人讨论问题有一个非常普遍的毛病，就是有慎心，不是专注于我有什么体会学到了什么，而是要想胜过别人。他说的很好，但是我想方设法就要另立一说以慎之或者换个角度跟他来讨论讨论。总之要让他站不住脚，显我的本事，至少显我知道的也挺多。上课向老师提问题不是真有问题，就是想展示一下自己的智慧嘛。听完老师讲的课或者读完某一本著名的书跟人交流，不是交流学到了什么，而是一开口就是我觉得他那个地方说的是不大对的。好胜心是读书学习的一个毛病，跟同学讨论要压倒同学，上老师的课要挑战老师，读古人的书还想胜过古人，一有胜心读书就不是怀着学习的虔诚，而是抱着纠错的快感，你就不是学习型读书你是纠错型读书。我们为了讲解孙子兵法这个篇章会读十一家注孙子教理是历代十一人留下来的注解，每一个人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做了注解，这种感受就特别明显。第一个注解的是曹操嘛他就是靶子他谁的靶子呢？主要攻击他的是杜牧，几乎把曹操射成了个刺猬。杜牧的注常常第一句话就说曹说非也说曹操说的不对，曹操死了没有办法从墓里爬起来跟他辩论呢，所以每次论战当然是杜牧获胜。杜牧为什么老说曹操说的不对呢？那因为赢过曹操比较有快感嘛。杜牧是个诗人，是个文人，他就特别喜欢标新立异。他在他注解孙子兵法的时候不太关心孙子兵法对自己有什么用，而是关心自己的文章如果和前人注的一样就没什么意思了。孔子说攻则不侮那么不攻就要受辱了，杜牧他老说前人不对，后面自然有人说他不对。所以十一家注孙子教理这里面呢说曹说非也，后面都有一句杜说非也，拨乱反正的比较多，就是苗城他是宋朝人也是个诗人杜牧写了200年他也没办法起来论辩，于是苗城每次都赢。那么我们认为谁对呢？首先我们不关心谁对谁错，我们关心自己学到了什么东西有什么用。读书啊有的时候是关照自己，放自己身上去体会，放实际的事儿上去琢磨，这才是真的读书。搞那些标新立异图示讲说，这是读书的大病，也没说到意思。其次错也有价值，杜牧的注也让我们知道不少新鲜事儿，不也挺好的吗？再说他下的功夫很大，是十一家里成就最大影响最大，我们又没有必要去揪他的错，得我所需就行了。克劳塞维茨说错误的意见不管多么荒谬，至少让我们知道了别人看问题的角度，这也是一个价值。
有时候别人跟你说一个道理，你觉得他太荒谬了，简直不可忍受，这个时候你要往好了想，你让他啊，他让你知道了还有人是这么看问题的，不也挺好吗？第三，到底谁对这个问题，我们当然关心，不是没有对错，是有对错的。那谁对呢？基本上曹操的意见可能为准，因为曹操他是见过猪肉吃过猪肉的人，其他人猪跑都没见过，因为他毕竟是一方军事家，带兵打仗的人。除了曹操，还有一本注解做标准，就是郭化若译著的《孙子兵法》。郭化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中将，黄埔军校毕业，又多年在抗日军政大学教书，他的注解版本可以作为标准答案来看。关于《孙子兵法》，我也常常会碰到很多人啊，特别是有公众号或者是一些头条，还有喜马拉雅，我都在发布，有很多人跟我讨论啊，会说一些问题，比如说一说孙子和孙膑是同一个人啊，这个讨论呢其实没有多大意思。孙子是春秋时期跟吴王在一起的，孙子兵法的内容就是具体针对越国的，而孙膑是战国时期的齐国人，这个时候吴国已经没了，两人相差100多年，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人呢？无非是有人提着这个说法显得自己有学问嘛。但是这些提法其实根本不值得采信，就图示来讲说这不是真读书，没多大意思。第二呢，常常讨论的就是小敌之间大敌之情也。上下文的意思呢本来很清楚的明白，说不能说到不能再明白了，他说故用兵之法，十则为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敌则能分之，少则能逃之，不弱则能避之，故小敌之间大敌之情也。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嘛。你是小敌，打不赢别人，还非坚持不跑，那你就被别人给抓了。但是有很多研究孙子兵法的人，或者是对他有兴趣的，都认为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认为不是啊，真正的意思是，如果弱小的一方能坚，那就一定能把大敌活捉啊。如果孙子是这个意思，那他前面的话都白说了。所以很多人会这个理解可能会很大区别。对于小敌之间的解释还有更过分的哈，他解释坚是财宝，是装备，是说敌人的财宝装备锁得再紧密，只要我们打败他就可以归我们了。为了这个论证这个解释，他还以庄子为证。庄子说将为这个居妾探囊发窥之道啊，为之守备则必设坚藤啊，故窘绝。把财宝锁起来有什么用呢？还不是引盗贼来罢了。同学们一听，都震惊了，还是老师学问大呀。对于这些读书之病，王阳明其实讲了很多了。其说本已完备啊，非要另立一说以慎之，这不是真读书，而是有慎心，有些虚荣。读书只对自己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用，不要去在文字上纠结，自以为在做学问。所以读孙子兵法还有一个体会，就是把自己带入成为那个古人，当你是他，你会怎么做？读书的时候跟看电影一样，自然就会把自己带入胜利的那一方，再反过来把自己带入失败的那一方，假如我是他，你该怎么办？把自己带入书中，再把书带入自己的生活当中，书上的道理案例在生活当中有什么相对应的情况，有什么启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本书才算没白读。归师勿恶，为师必阙，穷寇勿追，子用兵之法也。这三条讲的都是志气，还是锐卒勿攻的道理。归师勿恶就是什么呢？就是自己要退回本国的军队，不宜去遏制，不宜去追击他。那些人要回家，个个归心似箭，如果你去拦着他，他跟你拼命。那前面不是说要积其度归吗？怎么又归师勿恶呢？那是方向不一样。他要回家，你从后面追着打，那他自然想赶紧跑回到家，他不想跟你打，于是气势上你占便宜嘛，这叫积其堕归。但是如果你绕到他的前面去拦住他，挡住他回家的路，他回不去，于是他就会跟你拼命，这个时候他的气势就会强过你。战例就是曹操讨伐张佑，作战不利要退，刘表呢又发兵来救，断了曹操的退路。曹操前后受敌，于是呢就在夜晚悄悄运过辎重，设了伏兵等张绣来追。次日张绣追过来的时候，曹操伏兵出，步兵和骑兵夹击，大破张绣，战毙曹操。对于荀彧说，贼恶吾归师而于吾死地，吾所以之甚，杜佑的注解叫若穷寇远还，依险而行，人人怀归，敢能死战，徐观其变而勿远恶截止。为师必阙，阙就同缺，包围敌人要给他留个缺口，
放一条深入给他。司马法说，围其三面，却其一面，以示深入也。这里的意图啊，就是不要让他置之死地而后生，人人死战，就是让他跑，在跑的过程当中呢，你再有一个伏兵去追击他，就在伏兵当中多处设伏，跑一段吃他一口，跑一段再吃一口，这样呢多吃几口就消化完了。我们再回到前面曹操讨伐张绣的战例，刘表张绣应该如何用兵呢？首先他们不应该把曹操困死了，因为他们并没有能力吃断曹操，围死了曹操的军队，人人死战，他们自然挡不住，应该放他走，张绣在后面追，刘表在路上设伏，而刘表的做法是据险以守，挡住曹操的归路。兵法说十则围之，他哪有十倍的兵力去面对曹操呢？我们再回忆一下前面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过这个战例，张绣的谋士贾诩在去将张绣追击曹操的时候说不能追，必败，肯定有埋伏，张绣不听，追了中伏了败了，回来就问你怎么知道我必败呢？能知道我什么时候必胜吗？光知道败没有用，知道胜才能打胜仗嘛。贾诩说这个时候你再追肯定会胜啊。张绣于是翻身上马，马上就追，于是得胜归来。为什么？因为第一次叫归师勿遏，第二次叫击其堕归，气不一样，意志力不同，战斗力也就会不一样。志气就是衡量双方的意志力，较量双方的意志力。穷寇勿追啊，困兽犹斗啊，狗急跳墙啊，敌人到了绝境，你不要马上去追击啊，迫近他，不要逼得他走投无路，这样他就会跟你死战。那个时候穷寇勿追就不知道怎么传承了，叫穷寇莫追。孙子从来没有说过穷寇莫追啊，勿迫和莫追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要追怎么不追呢？这个毛泽东说啊，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啊。这就是讲的穷寇要追，但是不要迫近，不要逼得他无路可走的意思。军争篇到这里呢就要告个段落了。我们附录文章是军争篇的全文，希望呢能够让大家再次去读一遍，去感受一下，再来返回头听一听。我们本期就到这儿，下期再见。